也希望今年度欣赏到包括我们台国际级的光雕投影艺。可以说是全国最浪漫，那也国际化，另外有艺术化的艺术跟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征灯节，我想是跟一般传统灯节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浪漫、非常有文化跟艺术气息的灯节。那欢迎全国的民众们能够在春节期间来台南甲村来月经港灯节享受一个浪漫跟艺术的一个灯会的飨宴。